幸福的声音，不止我爱你，还有一起欢笑和哭泣。幸福有声音，只是叫不清，需要牵着手去用心聆听。担心准备了语句，感动的不是你为我撑伞，而是你陪着我去淋雨。幸福的声音，不止我爱你，还有一起欢笑和哭泣。幸福有声世上最美丽的歌曲，属于你和我幸福的声音。再给我一点时间吧，等我跟温蒂的感情基础比较深厚之后，再回美国。那你有看到我今天传给你的照片吗？他是不是很可爱？而且他很贴心哎。我们这几天呢去了很多地方，我有带他去买很多的衣服啊。我先去洗澡。我喜欢他，这样子我就要不带他。哎，你是小傻瓜，这是你心里面自己想的嘛。爹爹爸比不会让你把他带走的。你不是都说好了吗？大家永远在一起。你想不想去你妈妈那里住三天？啊，不是说好永远不分开了吗？怎么还要去他那边呢？只是住三天嘛，并没有要分开啊。你们分开了这么长一段时间，如果你不去相处的话，你怎么能够真正了解妈妈呢？等我跟温蒂的感情基础比较深厚之后，再回美国。哥，你怎么还在看啊？行动嘞，行动嘞！哎，你不要吵，我还在想开场白。哎呀，赶快打，现在打，快点！小佩啊，你找到英凡没有？麻烦你帮我传个话，你说我现在去找他。不管到天涯海角，我都会找到他的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方飞竹，打给大嫂，你打给小佩干嘛啦？哎呀，你不要吵了，我有我的计划嘛。哎，没救了，没救。
温蒂，温蒂，温蒂，温。不要着急，我们马上过去啊。怎么？温蒂不见了。早早快去换衣服，快。哎呀，谁呀？谁？温蒂。温蒂。你怎么？我刚刚去买东西，看到他自己坐计程车回来。啊？自己坐计程车？我帮他付钱了。哦。哎，温蒂啊！哎，温蒂，温蒂，哎，胡小姐，谢谢你啊。吧，我们不是已经约定好了吗？对呀，爸平答应过你，绝对不会跟你分开的。爹地也答应过你，怎么可能跟小公主分开呢？大家要永远在一起的。嗯。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
先不要紧张，温妮已经回家了，就在我身边。你想不要过来一趟？温妮，他已经知道你打算把他带回美国的事情了。温妮是个很敏感的小孩子，很多事情你要慢慢的跟他沟通嘛，不然你只会伤他的心的。这话说的没有错，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可能放心把温妮交给你？不是，我想你们误会了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没错，一开始我回来的时候是有要把温蒂接回美国的打算，可是这段时间我看到温蒂是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，她很开心又很快乐，而且我看到你们把她都教育得这么好，这么的懂事，凡事都是正面能量思考。其实，经过了这几天我跟他的短暂相处，我真的很开心也很快乐。可是我始终感觉，温妮她对我的笑容，就是跟你们不一样。所以我知道，她跟你们两个的感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。好到我这个亲生妈妈都没有办法介入。在外面，可是你有两个很爱你的爸爸，他们一定会保护你的，知道吗？你知道爹地宝贝很爱我，不会让我被带走的。我也会保护你，不让你被带走的。打勾勾。之前方老师有跟我说过，不要让温蒂离开这个城堡太久。唐佩佩也跟我讲说，凡事要以温蒂的快乐为主。你们每一个人都这么在乎温蒂，那我是她亲生妈妈，我可以这么自私吗？所以我决定我要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，让我跟温蒂的感情能够更稳固，之后我就会回美国。你的告白我们两个听到了，但这一段期间你跟温蒂之间的相处，我觉得还是用两个字，行动吧，可以吗？我希望你们可以放心，也希望你们可以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用行动证明的。
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帮我跟温蒂解释这个误会好吗？甚至在月亮上的飞行魔也看得到了。飞行魔骑着黑豹穿树往五米树前进，它降落在宴会会场。脚麻好一点了吧？嗯，有感觉了。啊，嗯，喝杯茶再走吧。啊，好啊。哎。应该是我要谢谢你才对，你帮我把温蒂哄睡着了。我只是念故事而已。你耳朵还会不舒服吗？嗯，有时候还会头晕。爸，我记得你明天要看报告，我陪你去吧。嗯，好啊，谢谢。
我习惯失去就好。先到客厅坐吧。Wendy。不去，是我话没有听清楚就跑走了，让你担心了。走。所以你原谅我了吗？嗯，我听爸比说过了，你没有要把我带走，你要继续让我跟爸比爹地在一起。所以是我误会了，对不起。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如果我一开始就是以你的希望还有快乐着想的话，就会让你误会了。所以我们和好了吗？那以后还可以来找你一起玩吗？当然了，欢迎你随时过来。温蒂呢？你在干嘛啊？找你来遐大裤袋啦，啊车遐坐车，啊无修理也唔知创啥。壳那么大，一直会躲在抽屉里面哦、喔。你就打他手机就好啦。
我咧找我手机啊，到底有没？你当作我咧找伊哦？你都不是鸟鼠个咪在吃？爸，你不要找哥啦，他应该去找大嫂了。好、哦，伊也知好通去找人个哦。哼，伊若找我哦，我头壳剁了，互你做伊啊是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知道大嫂在哪里啊、哦？没有啊，我怎么知道？啊，说谎啊！老哈做保险的。哎你，有鬼！爸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吧，我明天下午去接你。哎呀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下午回来也是闲的嘛，都在看电视啊。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今天有什么好料啊？坐下。好啦，你不要难过了嘛。林凡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哎，兄弟，是吧？兄弟。哎，你来我家干嘛？兄弟你回来，你告诉我，应凡在哪里？啊？你怎么问我应凡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是他老板，你一定知道应凡在哪里。快告诉我吧。哦，我是他老板，我不一定要知道应凡在哪里啊。你真的不想告诉我？哎，什么？我不想告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应凡在哪兒，你要我怎么告诉你嘞？这我这。哎，兄弟啊，你真的不吃一点啊？饭菜都帮你夹嘞啊！对啊，我心情不好，吃不下。哎呦，心情不好多少要吃一点的嘛。姑娘，把这夹好的饭菜拿去给邦哥吃，好不好？不能不吃饭的嘛，哈。嗯。小心走啊。你也要吃一点嘛？我真的吃不下。弟弟，爸比，吃饭。哎哎，我看你还是去劝劝他吧，好不好？兄弟呀、啊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太了解应凡的个性了，他一旦下定决心是永远不会放弃的那一种嘛，所以你不要太担心了啊。叫我怎么不担心？我上次说不会这么严重，结果呢，人也找不到，他也不接我电话，这还不严重？人不接电话是有点怪啦。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嘛，等他放假回来，一切就真相大白啦，对不对？放假？他跟我说他出差耶。没有啊，他没有跟我说出差啊，他只有请假而已啊。哎，你跟我说他一定是出差，你是老板一定知道他出差去哪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跟你说，他并没有跟我说他要出差，他只是请假而已啊，就是没有出差啊。你还是不想告诉我？你自己慢慢吃啊。那兄弟，光宝之丁，谢谢。好，等一下见哈，拜拜。终于摆脱了。应凡到底在哪里？啊！你怎么又出现了？你跟我说应凡在哪吗？啊！你怎么出来？是我刚刚真的去找你啊？对啊，你不知道他像个阴魂不散人，一直跟着我，一直跟着我，连我到车上他还不放过。哦，我觉得他真的好可怜。是啊，世间稀少痴情汉啊。
事情可是我们家的血统呢。你看我爸好了，你不要看他那个样子哦，老是对我妈爱理不理的，不是动不动念他，动不动跟他斗嘴，再不就动不动抢他东西吃。其实他可爱我妈的，这是他表现在乎的方式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也 family， 所以我不好意思说。啊，那个，对了，我想到我欠你一样东西，你先把眼睛闭起来。我不会亲你的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是，哎呀，那时候是紧急状况嘛，不得已的，这我绝对不会偷亲你的，真的真的，你先把眼睛闭起来。可以睁开。我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巧克力，没有什么。我刚刚其实真的跑了好多家店，才找得到单卖一棵一束花的这种。但那也是其次，我主要想说的是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大卖场相遇，是为了抢那盒巧克力？我要谢谢你那一次把巧克力让给我，让我可以带回家。哄哄吻你，但其实那件事情之后，我一直把这事情放在心上，所以送你这巧克力花，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都会送你一束，送到你，那我为止。让我维持。什么啦？加油，维持。干嘛啦？这样可算告白了。这是我听过最真诚的告白。我觉得我也欠你一样东西。好的时候吃点巧克力吧。真的吗？嗯。小希啊，就帮忙再想一想，应凡有可能在哪里嘛？对。啊，不是不，我真的就不知道应凡在哪里，你要我怎么回答？对。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我们今天晚上都不用睡了。OK， 那我再郑重的告诉你们一次。我唐祥熙不知道江律师在哪里 ，OK？ 你真的不想告诉我？换多少？夫妻俩是假。
巧克力。我甲你讲几落遍啦，莫在房间食物件，啊，若无会生狗嫌，你搁食物件，啊？哎呦！啊，你若要食吼，你就买几盒的，莫用这款的，这拢无彩人的钱，这拢贵伫这个包装啦，你知无？我知道啦，但是这不一样啊，这是人家送的。谁送的？学生的家长，啊，是你咧讲迄个最完美对象迄个。哎，到底是谁？哎呀，等时机到了会告诉你啦。啊，那送那个巧克力一粒啊，见一款查甫人吼，体也无卡怎啦？小气、胆生兼巴拉塞啊！为什么？男人哦就要气派一点啦，不要那想鼻子小眼睛啦。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哎，到底是谁？除非那个人现在突然出现，不然我不会告诉你那个小鼻子小眼睛人到底是谁。谁啊？小鼻子小眼睛。嗯。哎，哪里去了？哎，方妹。啊，俺这大口钱哪变哪来？哎，他找应凡找不到人，就跑到我家去了。就从你回去一直到现在啊？对呀。啊，你有没有跟他讲？啊，方贝，我真的不知道应凡跑去哪里，我怎么讲啊？啊，把人带回来了啊。我先去休息。哥。啊。啊，那我回去了。哎，那我送你。好，走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那我哦，谢谢，脖子扭大了哈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谢谢，哎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我走了。啊，好，拜拜。好。他多那无听你讲脖子扭到，他又过来打。妹呢？我去房间休息就好了。嗯。别怎样讲哦，啊，你那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啊，我那大哥哦，可怜呐，你老婆出现哦，又要亡心你啊！哦，明天哦，好，全力配合。一早就梦到大家，早安。起床啦！你们到房间干嘛？对呀，我们在寄住房间干什么？对啊，爸，我好饿，我们边吃早餐边说嘛。开家族秘密会议的。哦，开会，那我叫飞竹去。不，啊，就是不能有飞竹参加了。来，来来。哦，来，1、2、3，Go！王小姐，吴小姐，吴小姐，不好意思。小姐，我刚叫你好几声呢，你都没听到吗？我什么都听不见，这里好吵。不是，你这样太危险了吧？
手机也受伤。小佩，喂，小佩，有应凡消息了。你说应凡他找我？啊，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在哪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他找我，是不是要跟我分手啊？算了，分手就会分手，我再用我的诚意把他追回来。哎呦，你们打扮在干嘛？我有重要的事啊！哎呀，没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的。我提你的，我要找应凡，你们干嘛？哎，三个人，哎呀，你不要这么脱裤子啊！你还没逃钱，你还没追我，别给他忘了。哎，哎呦，你们叫我穿这样干嘛？叫你穿就穿了。哎，拿着拿着，这样就不用。哎，红包收着，叫你收着去收着啊。来，走。身份证带了。印章带了。户口名簿带了。不是啊，我现在要来谈分手，你们带这些东西干嘛？拜托收了，为了你的幸福了，走了。哎，去，我的幸福，我的幸福要找一把。哎，不是，你们干嘛？快点，快点，不是，我要去找一把，那不就分手了？帮杯主，哎，你闭嘴。你要说话之前，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我想了很久，过去我希望你开心，所以什么都依你，都让你主导。可是爱情的事情，两个人是互相的。我这样等于把爱情的责任跟义务都丢给人。我这样子是不负责任逃避的行为，所以你要离开我，我也可以理解。但是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没办法，我要结束现在的关系。啊！你好，我们要一份双人套餐。我也都经历了，我不说没事没事，谢谢，再见，谢谢。有人对你微笑着，某些频率不适合，也要忠于彼此的性格。曾经在一起，心里有多感激呢？幸福不是情歌，不是唱完就算了，不是一堂课，有时有不停的眼泪，有你想不到的苦涩。幸福不是情歌，不是偶尔来做客，无法被预测，它很真实的温暖你每个时刻。想不到的苦涩，幸福不是情歌，不是偶尔。